各位英粉们大家好，我是 Intel 公司的杨迅，我非常高兴能够在微博这个全新的社会媒体平台上面给我们广大忠实的英粉们提前拜一个早年，祝大家蛇年大吉，鸿运当头，福星高照。既然是拜年嘛，咱们就来点实在的，我今天把红包也准备好了，年货也备好了，在这儿我要代表 Intel 公司真诚的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 Intel， 能够继续支持 Intel 中国，在这儿预祝大家蛇年吉祥，身体健康，恭喜发财。